李易峰、李沁因在某剧饰演情侣传出绯闻，更有消息称两人在拍摄期间就举止亲密，在微博上更是不断互动，引来粉丝高呼尽快在一起。对此话题，李易峰曾在某剧新闻发布会上大打太极，称李沁在工作上非常认真，很单纯，很可爱，也漂亮，我们会一起出去吃饭，天马行空地聊很多话题。而李沁则直言李易峰是个阳光大男孩，我和李易峰会一起向水缸扔石子，看谁投得准，言语间颇为暧昧。近日有媒体拍到两人共同现身首都机场，画面中李易峰独自前行，李沁坐行李箱与好友攀谈，虽然分开出现，但不免让人怀疑两人感情升级，难道这又是娱乐圈子吴奇隆、刘诗诗、杨幂等公开恋情后的又一桩喜事？